各位朋友早安，现在是早上6:30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题外话讲一下，那个游轮上真的睡得好舒服，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屁股会有点在晃动的感觉，因为床在摇，你会觉得床有一点晃动的感觉反而会更好睡一点。我当时只睡4个小时，我精神就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它会有早上6:30的清池，那想去看一下它的清池是怎么样。7:30听说会有个活动，那7:30的时候我想去看一下有没有参加活动，因为它其实整个河轮它都蛮多活动的，它也会顾虑到有些人比较早期会想要吃东西，所以它6:30到7:30是提供简单的早餐，7:30到8:30才是正式的早餐。那想带大家去看一下6:30的早餐是什么样子。OK， 好，我们待会见。不是在餐厅，是在3楼的教育厅的酒吧。那我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哦，在那边呢，我看到。哎呦，还真的有人这么早起来吃轻食啊！他的轻食就是提供简单的面包、蛋糕，还有24小时的迷你吧。这样子可以让有些人早一点起来的话，可以早点吃一点简单的东西，简单的蛋糕、面包跟可颂，还有柳橙汁，这个还有葡萄柚。它就是提供简单的东西的，就是蛋糕、面包跟可颂，再加上24小时的迷你吧。那有些人他想要早点吃一点东西的话，他还可以吃点简单的有点东西吃，因为是7:30才是正式的早餐，所以说它是只提供很简单的东西给大家吃这样。那它这个24小时的 mini bar 是提供你一些简单的饮料跟茶水，这个符号就是气泡水，这就是一般的水，然后杯子在上面就可以直接自己饮用。这个咖啡机有 espresso、 咖啡 cream、 cappuccino、 latte、 macchiato、 milk choco、 choco gelato 跟 milk， 总共有这几样。然后杯子在这地方，然后这边有简单的热水跟冷水，按下去水就会出来。这边有简单的茶包可以自己选择，还有糖餐具。饼干的部分是每天都会换一种口味，昨天的没有吃到，我觉得有点可惜，待会我们就来简单吃一下。好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吃的轻食。首先呢，我点了一杯柳橙汁，还有一个可颂面包，一个小面包，还有一个小蛋糕。这就是简单的轻食，就让你稍微点一下胃，吃个东西。然后对于有些比较早起的人来讲，也不用担心说早起没有东西吃，就只能吃小饼干。那它的 mini bar 是24小时的，都有提供简单的小饼干。基本上在船上你不会有任何饿的机会，你要吃东西喝东西基本上它都能服务你24小时，你不用担心说半夜想要喝热水、想要喝茶、想要喝咖啡、喝牛奶才睡得着，这些通通都不用担心。它是有24小时的一个 mini bar，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，来这边就好好享受。那我们就开动吧。这个小蛋糕蛮好吃的，它里面有包巧克力酱，吃起来没那么单调。看来我早上不用吃，昨天的好像都还没消化。它的卡布奇诺泡沫真的太多了，而且今天早上起了大雾，雾浓到连对岸都看不到。待会我们吃完之后，我们到甲板那边去拍一下，真的是可见范围真的不到3公尺的浓雾。待会吃完看会不会散一点。